前好吗？我们现在舞台伸展台的最前方有打黑色叉叉的位置，让我们的明天跟 S6 先拍一张照来，我们统一看，因为今天媒体非常多，我们视线从左边开始，伙伴还有品牌合作伙伴们，我们待会还会有时间让各位拍照。好，好，差不多了，谢谢大家。来左边。 我觉得非常的闪耀，闪耀，符合自己的个性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上，它的那个有没有 Edge 的双侧的流线，就是那种，对，就摸起来蛮舒服，很摸起来蛮舒服的，然后用在手上，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宝石一般的璀璨，对不对？最近有转发一则 po 文啊，是说三十岁以前，三十岁只要女性不要结婚，这是为什么会有？ 我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很好的用意是要你先去知道你自己要什么。其实当然是标题是蛮耸动的，但其实你要确定你的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，不是说哦你今天毕业完就要赶快结婚。我觉得这个观念就像以前二三零年代女生不能去上大学的那一种。观念的改变，我觉得时代不一样，女生也越来越自主，然后也不一定说结婚才是她的范围。更赞的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在即时新闻或者日报版面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就缺你指定的慈善机构。有料就报，请拨电话，也可以用电子邮件或苹果日报网站下方的爆料投诉页面，或苹果日报APP 左侧选单的爆料投诉专区。你爆料，我捐款，爆越多捐越多。